由于扫地机器人的兴起，市场上崛起了很多年轻品牌。云鲸成立于2016年，到2021年，短短5年时间，云鲸以16.49%的市场占有率，在中国扫地机器人线上市场位列第二名。这是云鲸推出的最新型扫地机器人。这款产品是连水都不需要换了，然后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产品呢，更多的解放用户的时间。这台扫地机器人可以像自动洗衣机一样自动上下水、自动添加清洁液等，彻底解放了消费者的双手。2021年双十一期间，仅天猫平台就实现了1分钟销售额破亿的成绩，全平台7分钟突破2亿销售额。这是今年追兔推出的自动上下水的模块，它是一个附属的模块，只要插进基站里面，它就可以实现自动上下水的功能，也是全球第一个发布的。